难道传言是真的？灵王之子鱼，一条漏网的鱼，他侥幸活了15年，现在该是到了了结的时候。他宁缺身后有书院，而我夏侯现在背后是整个的西陵。15年前死了一位将军，换来的是天下太平。就算这屈辱的审判，我应下来了。你去问问我边境上的10万儿郎，他们答应不答应？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我。这个人本就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一定要死在我的手里。我做好一切准备，就是为了改变我的命运。动手啊！我会动手，不是今天，更不是现在。我猜到你一定中计了。苍鹰面对蚂蚁，不用骄傲。